重点是他也是非常的实力派，知影未啊？我咧跟你开玩笑，而且我做阿快就每一条我拢有人唱伊的歌，然后他真的是集两位歌后江蕙跟黄美玲的优点于一身。那今晚我们欢迎我们的台语小天后向蕙玲。
插一个迄啰小秀，然后后壁插一个小秀，啊中一个位啊大牌，无啊，而且吼，规场拢是大牌，他们像咱台下的朋友吼，真的，你如果每一年都有来的话，对慧玲应该不陌生。哎，所以你每年都来，已经来第几次了？钟哥，我好几拜啊！我钟哥，我第几年来了？钟哥，钟哥，你都明明来几届啊？第几年啊？你跟你妈对比起来了？第四届，真的，真的这么久、哦？第四次就是第四年的，有没有？我第一次，我今天第一次哎，第一次。但是呢，不是因为钟哥请不到其他艺人，说不定只见完音，是因为钟哥秀景，真的。对，你参加，不是说随便请个演员来唱歌，没唱歌被两麦都刮，今天下刮心啊！怀孕怎么可以叫那个演戏人呢？虽然演戏人其实有的唱的也不错，但是还是有差那么一点点。对，而且他哎，对，而且钟哥呢，他说过一句名言哈，就是我永远呢铭记在心，我刻给心肝嘞。一个嘛，一部为的时光哈，只要有钟哥，就有我相会你。哦，那以前哦，他等下哎，他等下婆婆想出姐，钟哥，你在那边怕不客气，我来帮哦，重情重义耶，对不对？我来啊，谢晶晶啊，一定。啊、不会啦、啊，可是董玉君还坐在这里，我们真的有事，等一下他会吃醋怎么办？对对，我们都是每年都会来的，真的好不好？对啊，立马西啦，你也是啦，是吗？对啊，这个就要问了。好，我给你哦，看我看伤侪摆我，会伤侪啦。不会不会，还是啊，那我来励志演怎么办？明，你是女神嘞，开玩笑。我是女神经病的女神。可是我要问一下，我来了第四年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所以万五路款路路那个路水。哎、欸，泡泡是什么意思？路。我是一点拢遮水啊！哎，路五路款路水一点嘛无？有无？是一点拢遮水，要不要？啊，无泡泡声嘞。我讲一点拢遮水，要不要？每次走到哪里都很喜欢问这个问题。真的。对呀、啊。我来问哦，只要是女生都一样。都喜欢听这种，像我也是嘛。虽然我想要我自把自己弄成谐星，但是我也是喜欢听这种。不会啊，你唱歌很好听哎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对啊，我连爱都不当不行，我只能当当的一个小天使，在旁边练一练就好了。哦，朱小胖胖跑，刚刚请咱的宝贝冰赛一零出炉啦哈。真的。可能是咱新年度的咱的罗志鹏已经出炉了哈。有啊，他刚刚已经把歌单开好了。真的假的？但是伊都无经过我的同意。啊，你安尼啦，我来。伊都无先跟我参详，我先等下来跟伊讲下，讲下我要唱一条。哎，我给你呐，还是哦，就是困嘞，就好告诉你。然后你呐吼，迄个无门无面要紧，啊你硬硬嘛无法度，就是在退人安尼。哎，所以他已经先把歌单开好了。对啊，真的。现在是来考试就对了，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每一年都这样子来，因为他想要跟你唱歌。可是因为他，我刚刚跟他说不要那一首歌，因为一进一进一进年月就继续刮到古年，很快哦。我家新的跟我聊包呢，我家新的哎，对啊，差不多。去年的影片再拿出来，哎，同一首歌。哦，我录影存在，只是换衣服而已。哎呀，哦，我录影存在嘞，不要开玩笑嘞。所以他还是要再唱去年那一首吧。啊，你来爆料一下。现在下一首歌好不好？下一首歌再邀请你先唱啦。对啊，因为难得哦，可以呢听到呢我们萧慧玲这么棒的歌声 live， 不用买票啦，你们去听演唱会还要去那边按半天了，按不到票的。也要来加五倍哈，来继续来欣赏。那我就带来这首歌曲《幸福的歌》，天后 HUD 唱的歌。来，主播下来一位，谢谢大家，都能够平安、幸福、快乐。Thank you.
中大事。钟哥，钟哥在跟你做美化呗，在跟嫂子商量说到底要。你多讲究啊，今晚我来教，开玩笑。来，我为什么大家报告一下哦？咱拄只哦，花杯比赛哦，应新出炉的名单，小部分伫遐咧发光哦，在这边发光哦。来，阿兰哦，叫侬来甲伊恭喜一下，这真正是新民兵的嘞，不是你想要当教员哦，有诶哦，活几啊十年哦，嘛是搁活袂着来。阿兰先放哦，先来甲咱好，来，咱先来宣布哦，咱的哦新出炉的楼主。黄荣贤恩队，来恭喜！哎，真厉害的呢！副楼主林文清林队，恭喜！哦，伊头家咱去甲伊拼的咧。来，还佫有咱的头家哦，头家呢是咱的黄家珍恩队。不如是两个啊，哦，还有一个柯义胜，还有一个不如是柯义胜，我等的恭喜，谢谢阿松来哦，头家头家是咱的黄家珍，咱的黄汤的恭喜恭喜，阿公咱的钟哥，钟哥，哎，你拍片就是拍好啊。不是嗎，這個啊，陳陳中哦，沒人喔，但當然不是比中非比中喔，對，來陳陳中等等耶，一對恭喜你，我這個啊好像比得金馬獎還開心耶，比得金馬獎還開心喔，來再來是我們的薛薛显堂，我们的薛董事长，恭喜，谢谢。来，所来到一位咱的李坤儒，咱的领导的，恭喜。啊，到一位头家廖义忠，是吧？哦，廖义渊，来咱领导的，大力恭喜，恭喜以上哦，咱的哦新出炉的咱的头家的祝福合作，好。钟哥，他们酒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是你现在要先拼酒？要拼歌还是拼酒？他喝酒跟你拼啊！他说要有一点酒精，然后才敢上来唱。还要再喝一，还要？你不是要跟他唱？啊，你来呀、啊！来呀、啊！那你先唱，你来呀、啊！你呢？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！来来来，我是讲你要叫伊先唱，你就是伊先唱。你刮刮皮好啊！你的手机也在吧？好不好？没事，我今天有事，你的大字报。哇，真正，你也知我人是好好的哦。啊，跟我喝一首，你喜欢听什么？上次还这首歌还会唱红歌啊？除了香水，因为香水去年唱过啦、啊，那香水都过期了。酸甜啊，酸甜力嘛，哈，秋风一米，黄忠雷消防，酸甜力啊，酸甜力好不好？酸甜力，钟哥，你的你家，啊，所以我你的老板你，啊，你也袂想你有作品？我唔知，伊讲没有，伊家己做。啊，你也会啊？唔知我听。啊，你就要叫我唱歌呀？不灵啊！有人要加无？专门讲想做，即个安尼做袂少，安尼想做，有人要加无？有人要加无？第一条是对条，我拄仔讲真心接你啊，真亲切嘛，还是对你的这真亲切嘛？我想讲甲古年唱较无同款，欢迎古年大家听过来。亲亲亲，会使吗？会使啦，吼，老师可以。亮红。情深深可以。哎，查某的心吼，查某的心要。无，你刚刚看，无你用手机。要活动。要
常的妙用。眼球已经趴住了。伊讲想叫我上台来亮你，伊讲想叫我老妹教我。可以吗？我不会教。没不习惯。我唔知伊会点卖你。女生先报哈，老师，我们情深深，老师搞老师哥请来哈，情深深，你是这样跟老师讲，哎，我来讲领课不到哈，这个是我瑜伽班一次传播哦，优质的面对老师，对，真的，在你吞，在你那吞没有关系，来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请请请。很难选，来，阿兰哦，
这个是很精彩的耶，哎，我们后面还有女神级的，开玩笑，这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嘛，我来跟你开玩笑玩的呀。那而且哎，四年哦，你是对啊，关心结婚几年吗？关心结婚啊，你是外宿，第二零哦，那几千年对不？几千块背着气，哇，九年哇。哎呀，你两个在东西摆堆，你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呢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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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安娜，继续来欣赏呢，我们的好。那接下来，因为呢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所以呢，我一样要来安排一首一首要送给爸爸的歌曲。你大家知影吼，写给妈妈的歌就多。太贵啊！阿妹，爸爸讲到父亲节吼，哎，不是，我有唱的，哎，要唱爸爸的歌，拢真的少之又少。而且每一个爸爸的歌都很悲伤。对啊，所以我去特别请我们的制作人呢，帮我写一首呢，要送给爸爸，送我爸爸的歌曲。这首歌呢，你爸爸就是我们前世的情人，对，对所以讲这首歌就是叫做《今世的情人》。好，送给我们的爸爸。首先，不管有没有女儿，都是有前世情人。是第七首，第七首。来，然后呢，今天一样有带来小礼物要送给大家。哎，你看我们没有空手来哈。第三首，想第三首，我想第三首。